哎，哥们儿，那个纸借我用点。啊，他可以。因为我的用完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够了吧，够了吧。那个，明天还用。哎，要不你上我超市买300块钱手纸吧？不可恨，你说说就没溜，胡说吧，我买那么多纸干嘛？我神经？不用你掏钱啊！啊，不，哎，拿你，不是你这是干嘛？算我借您的，愿意还就还，不愿意还拉倒。你真的？真的。你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你这合适吗？你这不亏了吗？为了事业，亏点亏点吧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买那么多收拾干嘛呀？买？告诉你，不要钱，慢慢拾去吧。不是吧？这谁耍我？丧尸的被些宣纸吗？胡帐房是文化人，应该有宣纸吧？胡帐房，胡帐房，胡帐房！小侯爷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你们大堂的厕所，老子算是见识了。胡先生，你有纸吗？纸？啊？有宣纸吗？小侯爷，如厕的时候还要写字啊？我写个屁字，我擦便便啊！擦便便？何谓便便？老奴从来没听说过呀。便便就是屎，你非逼老子说糙话是吧？老爷，我要擦屎，听懂了吗？擦屎？擦屎还用宣纸？老奴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闻所未闻呐。再说了，宣纸这么金贵，老奴这哪有啊？难道我王子豪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棍子上吗？我的清风，我的维达，我的心相印呐！哎呀，小侯爷，恕老奴无能为力呀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